欸、等你检查完我都迟到了。懂呢？啊，就五个英文字母而已。妈，我去改变啦！你要相信恁查囝，伊有考到驾照啊？没啦！没啦！走开，出去一下！走开，哎呀，你就窗户摇下来呢？走开！喂喂！你在旁边指导我，我可以的。他就是被他们指导来唬你。我可以的，你叫他们走开。我怎么成长？慢点，你出去练。我需要左脚。你去。没有，你要练左脚，可以。你看，小心啊，小心。是你要小心人家。你叫人家小心干。先慢慢的，外面很多人，超多人。小姐，不要这样欺负。我紧张，我怕卡了。行不行？慢慢的，想扩大国际视野，掌握趋势，请订阅专门报道国际新闻的 YouTube 频道 TVBS 国际 Plus， 记得要开启小铃铛哦。